我们的开场的第一首曲子啊，我们的开场的第一首曲子叫《曲上河》，送给我们的家人们。然后我们的福袋已经开奖了，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中奖了没有？有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啊？哎，好嘞。然后今天早晨啊，属实有一点仓促啊，咱们这两天没有正常。早晨也有点仓促，然后大家呢也多多的担待一下，有一些东西没有准备好。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二首曲子啊，送给大家的是云水禅心啊。云水禅心我中奖了，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咱们的新朋友可以左上角的关注我们点起来，点好关注加入粉丝团，我们可以领取我们的左上角的福袋啊，欢迎中山小粉丝。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下一首曲子要送给大家一首叫云水禅心。所有的家人们，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如此，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余生，虽然前程似锦，但不如直播间有你们，不如我的人生的生命中有你们的存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古筝的音乐是赋予我们精神的财富，不论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多难，那么依然呢会有那么一群人和我们一样啊，在困难之中啊重重前进，用音乐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用我们的音乐财富啊，带给大家美好的一天的开始。那么接下来的云水禅心送给你们。
二首曲子叫《云水禅心》，送给我们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栓心哥啊，感谢栓心哥哥。然后咱们灯牌没有点亮的朋友们啊，咱们抓紧时间点亮灯牌，点亮灯牌以后，咱们的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领取了哈。点关注加粉丝团，公屏加互动，会更大的几率获得福袋啊，获得福袋的几率会更多一些。早上好，欢迎一生有你，欢迎心善姐姐，感谢分享，谢谢。欢迎中山小粉丝，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欢迎平凡的世界，感谢我们的栓心哥，感谢送来的比心比心，欢迎中福二哥啊，早上好，欢迎一生有你，我们的家人们啊，以后称呼我为凤凰或者是凤蝉啊，都可以啊，咱们以后就不要叫静文了，咱们的老粉丝可能需要改口啊。欢迎我们的衡水哥啊，欢迎虎峰啊，主播每一天播多少个小时，我们每一天是两场直播呀，早晨是6点到9点，晚上是7点到10点啊，是这样的一个直播时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感谢我们的，欢迎我们的良心哥哥，感谢 YANSH， 感谢您的关注，谢谢。感谢老哥成为我们的粉丝团80807名粉丝团成员，谢谢，再次感谢。感谢用户啊，感谢用户8930啊，感谢加入粉丝团80808名粉丝团成员，欢迎九尾狐，早上好，云水禅心太好听了是吧？欢迎星光哥哥。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曲子要送给大家的一首啊，叫这个一声佛号一声心啊，一声佛号一声心，要送给我们的家人们。这首曲子呢也是一首禅修音乐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啊，生命如花开，短暂而美丽，和灵魂相似的人在一起，身心便没有那么的累。人生啊本是无常，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与自己息息相关，与你无缘的人注定要擦肩而过，也许那也是一种解脱。然而和我们有缘的人总会相聚在一起，这也是因果，也是积累的缘分。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一首一声佛号一声心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在线的所有的朋友们，缘来缘起，希望我们直播间能够相处愉快。欢迎聆听歌，欢迎平凡世界。
这首曲子能够给大家带来舒心啊！早安，早安，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哎，欢迎林哥，林哥说听了五年了，依然还是那么的动听。五年了，听了五年的时间了，直播的生涯也陪伴五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哎，欢迎笔尖下的色彩，欢迎沙僧不念经，欢迎地球先生啊！哎，我们的一生有你哥哥，咱们的粉丝团灯牌还没有点亮啊，看一下你的名字前面，名字前面的黄色图标啊，有没有点亮？如果没有黄色图标，需要你重新点亮一下，头上的黄色的爱心点开，然后有一个赠送灯牌啊，有一个赠送两个字，点开赠送，把灯牌点亮哟啊！看一下你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首先看一下你的名字前面有没有粉丝团的灯牌，把粉丝团的灯牌点亮。哎，欢迎方正做人木子期，恭喜粉丝团十级，恭喜升级。欢迎聆听哥，早上好。欢迎啊，哎，欢迎我们的美好人生，早上好。然后咱们一起要把粉丝团的灯牌点亮，这样的话可以领取我们接下来的福袋啊。感谢我们的酸心哥，感谢送来的比心，谢谢，感谢送来的比心。感谢我们的手机摄影，谢谢，感谢手机摄影，我们的摄影小姐姐。早上好，欢迎手机摄影小姐姐。
么我们继续啊，咱们下一首曲子叫杏花落，叫杏花落。一生有你，你的灯牌没有点亮哦，你在我这边显示的是灰色灯牌，没有点亮灯牌哦。啊，应该在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是看不见你的灯牌的，咱们把灯牌重新点亮一下啊。哎，我们早晨直播啊，早晨直播和晚上直播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天边的哥哥，如果你喜欢大曲子，可以晚上来啊，可以晚上来。我们早晨是清晨直播，我们主打禅修音乐，早晨的风格和晚上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家人们啊，大家呀，好好的，康乐哥能看见你的灯牌，但是一生有你是看不见他的灯牌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的下一首曲子叫《杏花落》，送给大家。
曲子叫《杏花落》，送给家人们。想听梅花三弄是吧？看一下啊，梅花三弄恰巧在这个曲调上，一会儿可以给你演奏啊。来，感谢我们的诗翁，感谢点亮灯牌，感谢杰克哥，感谢送来的，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我们的用户242468，感谢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感谢冷心，感谢点亮灯牌，欢迎苦乐人生，感谢关注，谢谢，早上好，欢迎刀剑如梦，早上好，凤舞九天，哎，欢迎自由人，咱们刚才的曲子叫《杏花落》，那么我们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的是《梅花三弄》，好不好？刚才有朋友说想听《梅花三弄》啊，哎。感谢用户254，感谢关注，谢谢。对，现在有灯牌了，现在能够看到一首有你的灯牌。欢迎轻舞飞扬，早上好，欢迎胡健，感谢关注，谢谢。还有我们的家人们，我们继续啊，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的叫《梅花三弄》。老粉丝了是吧？欢迎你回家。
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这首曲子叫《梅花三弄》，由我们的家人们点播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早上好，欢迎石敢当呀！石敢当不是猴王吗？感谢石敢当，谢谢啊！欢迎我们的，欢迎开开心心，感谢辣白菜，谢谢辣白菜送来的小心心，感谢7969，感谢送来的小心心，感谢我们的初哥送来的小心心。然后我们粉丝团五级以上的家人们，包括五级可以申请咱们的唯一的一个粉丝群，是我们的凤凰院的一号群啊。这个一号群在我们的凤凰的主页里边左上角的头像点开，然后我们右上角有一个粉丝群，点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凤凰院的一号群啊。只有粉丝团五级的家人们可以申请。感谢我们的子虎叔叔，欢迎子虎叔，早上好，感谢送来的灯牌，谢谢。嗯，哎，凤舞九天没有这首曲子哦，咱们直播间没有这首曲子。嗯，可能以后会有，但是现在没有哦。梅花四弄呢？梅花四弄还正在创作当中呢。梅花四弄还在创作当中，欢迎，感谢初哥，谢谢初哥，感谢送来的小心心，感谢我们的泡泡肥猫，再次感谢我们的九尾狐，谢谢，欢迎快乐前行等等。今天嗓子有一点哑，我在哪个群？轻舞飞扬好像你没有在群，我在群里没有看到你啊。轻舞飞扬，你可以登录一下抖音，用抖音 APP 登录啊，因为火山 APP 是没有抖音群的。然后呢，你呢？用抖音 APP 登录，抖音 APP 登录之后呢，左上角的头像点开，咱们会右上角有一个粉丝群三个字，点开粉丝群就能看到凤凰院的一号群了。梅花四弄还在创作当中啊，非常期待主播的新作品诞生。这个梅花四弄不是我创作的，是这个你要找这个写剧本的这个那个小姐姐创作嘛，是不是？嗯，哎，欢迎子虎叔叔，欢迎子虎叔回家。咱们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6点到9点，晚上的7点到10点啊。咱们的大曲子会在晚上演奏，我们的好听的歌，还有我们的三姐，还有我们的大型古筝音乐都会在晚上7点以后给大家弹奏。早晨呢，以轻音乐为主啊。对，我又多了一个，欢迎沧海行舟，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心善姐姐，早上好。哎，所有的朋友们，生命如花，短暂而又美丽。据说风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风趣的灵魂终究会相遇，无趣的灵魂呢，渐渐会远行。那么美好或许会迟到，但是呢，永远不会缺席。我早安，我们的家人们啊。嗯，好的，申请群组下播以后给您通过，现在直播当中不能通过啊，我们下播以后给您通过。好嘞，咱们的管理也帮忙通过一下啊，管理通过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咱们的下一首曲子啊，送给大家一首叫《红枣树》。对，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你就是万里万里万空之中那个闪耀的星星。
红枣树送给大家。三月的小雨，三月的小雨，我们稍后咱们七点半以后再谈啊。那首曲子有一，那首曲子太欢快了，太欢快了哈。相思赋暂时没有这首曲子啊，没有这首曲子。来感谢我们的倾城迷沙姐姐，感谢点亮灯牌，感谢草莓，谢谢送来的小星星，感谢我们的燕，感谢送来的小星星。咱们点歌的朋友们，自由哥你可以申请进我们的抖音群，提前去点歌。咱们的曲子，新曲子是需要提前预定去更新的啊，因为曲子太多了，不能保证每一首曲子大家在直播间点播都会及时的去演奏，有一些不在曲调上，有一些是没有更新到的。所以我们的家人们，粉丝团五级以上的朋友们可以去申请咱们的抖音群凤凰院的一号群，这样的话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曲子在群里边告知管理，然后呢凤婵有时间会给大家更新啊，更新我们的曲目。因为歌曲太多了是吧，这个能量库有限，不能保证每一首曲子都及时的给大家弹到。早安轮回等到七点半以后给大家弹好不好，七点半给大家弹奏啊。感谢我们的燕姐姐，感谢送来的小星星，谢谢。感谢我们的酸心哥，谢谢。然后大家记住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还有一场直播是七点到十点的，这一场直播是可以给大家弹大曲子的。那么早晨我们是以轻音乐为主啊，哎，排队慢慢来，对，大家也要给我时间，因为我们每一首曲子都是精心的去排版去编辑的啊，没有一首曲子是糊弄大家的，每一首曲子都很用心的。感谢我们的霸主送来的小星星，感谢用户五六七，谢谢。感谢我们的叶随风啊，叶随风，叶随风，对，还感谢我们的阳光，阳光哥，阳光哥，感谢君顺哥哥。所以咱们啊，粉丝团五级的家人们可以去申请进入咱们的抖音的一号群，凤凰院的一号群哦。这样的话更方便咱们的家人们为您服务，好不好？来，我们的下一首曲子要送给大家的是《荷塘月色》。感谢君顺，谢谢送来的辣舞灯牌。
首欢快的那个叫啥来的《荷塘月色》送给大家啊！我看到好多的新朋友啊，来，早上好，早上好，我的家人们，早上好，欢迎云英，早上好，欢迎阳光总在风雨后，早上好，欢迎我们的黄叔，早上好，丫头，早安，早安，早安，我们的家人们，感谢古城，感谢关注，感谢我们的玉树临风，感谢送来的棒棒糖，感谢我们的心善姐姐送来的小星星，感谢云英，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用户5122，再次感谢我们的军顺哥送来的辣舞灯牌，谢谢。感谢军顺哥送来的辣舞灯牌。对，我们早晨直播啊，是从6点开始到9点啊，这是我们的轻音乐的时间。然后我们7点半以后可以给大家演奏啊，早安轮回和三月里的小雨。咱们呢再等一会儿好不好？再等一会儿啊。哎，感谢我们的手机摄影小姐姐，我们的。朱老板你好早呀，早晨起来这么早啊，欢迎天边啊，欢迎天边的云，早上好，欢迎朱哥，早上好，哎，欢迎沧海行舟，沧海行舟哥哥，早上好，早上好，你们都是早起的朋友们，有点送小孩，送小孩，来，好嘞，我们的家人们，咱们继续努力啊，咱们双击屏幕呀，帮忙点点赞，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一首叫大鱼。
听了这首曲子，叫《大鱼》，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啊，作品里边的《大鱼》大鱼的全曲作品呢是《大鱼》的片段，然后我们刚才弹奏的是《大鱼》的整首曲子，如果生命允许，请让我陪你一起走世界。天还未亮你就这么吵，准备早餐没有啊？音乐声音，所有的声音啊，在你不同的心态的时候，在你不同的情绪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的心情很好的时候啊，那么音乐就是天使一样的声音。那如果当你的情绪不是最佳的状态的时候，你听什么都是噪音，对吧？早晨我们6点就开播了，一直开播到9点啊。所以我们要把好的情绪留给自己，要把好的时光配对上好的情绪，才是完美无瑕的人生。欢迎我们的星空啊，欢迎沧海行舟啊，好的，好天目藏妙啊，准备工作了，好的，很开心能够陪大家一起啊，这个参与到你们的准备工作的时间当中。感谢程曦，谢谢程曦古琴，感谢送来的小星星点亮灯牌，感谢 LIJ， 感谢点亮灯牌，感谢云英哥哥，感谢送来的小星星，感谢爱美的人送来的玫瑰花，欢迎钻石工业哥哥，钻石工业哥哥你进抖音群了没啊？感谢我们的 M 啊 ，M， 感谢点亮粉丝团灯牌，感谢阳光哥阳光4858，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我们的明莎姐送来的人气票，感谢万物共鸣，再次感谢，谢谢。在那里，好的，欢迎3次了，看到你就想欢迎，灵魂更能进入美妙的音乐当中，对呀，是不是？不一样的心境的时候，你听到的音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情绪忧伤的时候听到的音乐就是起到了疗愈的作用。比如说你特别开心的时候听到的曲子就好像敲锣打鼓一般的伴奏一般的这个喜悦感，对不对？又找到我了，是不是？咱们每天早上6点都会准时的开播，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直播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嘞，那么我们的下一首曲子啊，下一首曲子继续送给大家一首美人吟。
首曲子叫美人鱼。哎，对啊，大家不用纠结我们的过去的名字了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叫凤凰啊。然后有的朋友们也知道我们叫凤蝉，然后大家在直播间统一的叫凤凰就可以了。凰是皇冠的凰啊，不是凤凰传奇的凰，此凤凰非彼凤凰。哎，嗯。好嘞，所有的朋友们，感谢我们的杀生不念经，感谢我们的心善姐姐，谢谢，感谢我们的南城北向，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雾哥，感谢许自成哥哥，谢谢，感谢梅子，感谢点亮小星星，谢谢，感谢梅子姐姐，感谢正哥送来的小星星，感谢我们的胡爸叔叔，早上好，欢迎胡爸叔，感谢风花雪月，感谢点亮灯牌，欢迎吴福清念，感谢送来的大啤酒，谢谢，欢迎我们的诗静姐姐，感谢望海出神，感谢送来的小星星，谢谢。嗯，还有一个更早的名字呢。对呀，我们的名字还是蛮多的哈。嗯，感谢每一个名字都是每一个阶段。嗯，对，归这个背景的音乐叫归去啊，叫归去来，也叫归去兮，归去来兮。嗯，很棒。哎，咱们有缘千里来相会，加个灯牌最珍贵。说的对啊，我们的杀生哥说的对。哎，那么我们现在是7:23了，刚才我们的家人们想听这个早安轮回，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演奏啊，这个早安轮回的弹唱好不好，早安轮回的弹唱。然后咱们没有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们，咱们赶紧加入粉丝团喽，因为我要准备发福袋了啊。咱们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们，粉丝团两级以上的家人们可以领取福袋哟。左上角啊，左上角的福袋，首先要点关注加粉丝团，然后公屏互动才会获得福袋。哎，你好你好，正面欢迎我们的萨摩，早上好。对，我们最早我们最初的名字哈，是和这个毒蛇有关，是不是？嗯，我们很早很早的网名叫五步蛇。哎，欢迎和，感谢成为粉丝团的80809名粉丝团成员。那么我们接下来啊，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这个早安轮回。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你入寒后便是晴天。
轮回啊，这首曲子是我们刚才的家人们想聆听的一首曲子，刚才点播的时候还不到七点，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扰民，就没有弹奏啊，然后七点半了应该是可以的啊。以前大家习惯叫丫头是不是，你们现在也可以叫丫头呀，对不对，也可以啊，这首歌可以提升气氛是不是。欢迎雪姑啊，感谢关注，谢谢，感谢关注。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早晨的，对，一生当中啊，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就是早晨了，早晨和晚上都是我们很享受的一段时间，因为早晨呢是很清醒的，然后晚上呢是很独立的，对吧。感谢用户56啊5689，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点亮灯牌。所以啊，我们生命啊很短暂，我们呢也没有时间去抱怨，更没有时间去遗憾，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留，都不要留给那一些让你不快乐的事情啊！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留给我们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人，是吧。所以呢，若不是终点啊，咱们一起微笑着向前，向生命看齐，向时光奔跑，跟着阳光去赛跑啊。好，还有我们的这首曲子啊，叫早安轮回。然后我们继续咱们下一首曲子，感谢万物共鸣，谢谢万物共鸣。我们的下一首曲子啊，叫半湖沙。
胡沙，欢迎江西老表到账号。哎，那这首曲子啊叫半胡沙，送给我们的朋友们。感谢我们家人们的分享哈，我的楼兰在调吗？可以啊，我可以转一个调，离得不是特别的远，可以给你按，可以给您演奏啊。感谢北极星的眼泪，谢谢，感谢送来的玫瑰花，感谢我们的九天哥，感谢送来的棒棒糖，感谢月未央，感谢送来的小星星，早上好啊。如果你们觉得什么，觉得丫头和疯丫头称呼一样啊。丫头和疯丫头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呢就是把这个凤凰当成自己的女儿，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所以呢就会丫头也好疯丫头也好啊，都是对凤凰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亲情的感触吧，对不对？这个一般就是在我们的东北这边，不知道南方是怎样的啊，在我们这边一般就是关系非常的近，然后像亲情啊友情啊才会称呼为疯丫头，对，爱的一种表现啊。感谢我们的九天哥，谢谢，感谢北极星的眼泪，感谢我们的 TWP, 感谢送来的灯牌，感谢我们的万物公民，感谢佛心魔身，感谢 TWP, 谢谢。对，帖子。哎，我转一个调啊，我们的楼兰哈。所以说啊，咱们直播间呀，这个天南地北啊，哪个地方的人都有啊。咱们聊天的方式可能存在一些理解上的一些差异，所以大家呀，我们互相啊磨合啊，咱们需要一个磨合期，对吧？相处也需要磨合。哎，我们的下一首曲子《我的楼兰》是不是？好久没有演奏这首曲子了，我的楼兰。其实呀，其实很简单，我们人与人相处就是同频的人相聚在一起，然后相处在一起是以开心为中心准则的，如果不开心或者是觉得很别扭，那就没有必要再相处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呢咱们直播间啊也是来自于天南地北啊，有不同的语言，然后呢还有可能还有不同肤色的朋友，所以说我们呢一切因缘而起，我们都去珍惜这一份相聚在一起的缘分，这也叫因果。好嘞，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的一首《我的楼兰》送给我们的家人。一定会有不同肤色的，咱直播间我记得是有海外的朋友。
人生的道场啊，暂时没有这首曲子啊，没有这首歌。哎，感谢我们的郑勇哥，谢谢，感谢点亮灯牌。然后咱们点歌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咱们的抖音群，在抖音群里边提前进行点歌。如果咱们直播间没有更新的曲子，可以我们的管理给大家啊依次的安排我们的更新的曲目。那么在直播间呢，这个在直播间点播的曲子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去演奏，所以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曲子啊，可以提前加入咱们的抖音群，到群里边去听点歌。感谢老李同志，感谢送来的你最好看，欢迎我们的宁静八八八啊，欢迎，感谢孙齐天大圣哥哥，谢谢，欢迎宁静，早上好，早上好，背景啊，你说背景，对，这个背景给人感觉比较舒服，是不是？感谢我们的无量逍遥，谢谢，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郑勇哥，感谢点亮灯牌，谢谢，喝口水啊。三月的小雨可以的啊，这一会儿可以三月的小雨了。回来了，欢迎我们的天幕藏淼回家。小雨，我们终于等到这首曲子了啊！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三月的小雨。
欢三月的小雨和三月时光的你。谢谢谢谢啊，哎，我的刚才的曲子啊，叫这个三月的小雨。喜欢三月的小雨和三月时光的你，五级以上的家人们，咱们可以点开左上角的头像去申请我们的抖音群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群里边进行点歌。是不是有两个账号呀？我们直播的账号只有一个，还有一个叫凤凰啊，跟我们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后面写了一个小号，那个也是我们的账号，但是那个账号我们不直播啊，只是在这一个号上直播。感谢随心随意，谢谢，感谢送来的墨镜，感谢我们的随意哥，感谢送来的墨镜，谢谢谢谢。哎，欢迎虎爸叔叔，哎呀，虎爸叔，感谢我们的清空啊，清这个叫什么夜游凤凰迷倩影666，哎，女儿情啊，女儿情，稍微等一会儿呗，我这一会儿啊，来回转调的，没有点曲。然后这个沧，我们的三月的小雨不是沧海行舟点的吗？刚才不就是你点的歌吗？是你点的曲子哟。感谢我们的果冻布丁，感谢点亮灯牌，谢谢，感谢我们的奔跑的兄弟，谢谢，感谢我们的腾云哥哥，感谢点亮灯牌，感谢期待哥，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沙生哥，感谢送来的闪耀星辰，闪耀星辰，谢谢。点的早安轮回也已经弹过了啊，早安轮回也弹过了，也弹了啊。哎，我十五箱，你是十五级吗？那庞哥可以进我们的抖音群啊，可以进咱们的抖音群。女儿情，我稍微等一会儿啊，等两首曲子给你弹女儿情。咱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曲子啊，下一首曲子。不过人间。
们的这首曲子叫不过人间，感谢我们的酸心哥的红包，谢谢，感谢酸心哥，感谢你的红包，谢谢。嗯，感谢我们的天马行空，感谢送来的灯牌，感谢大杯，谢谢，感谢星空送来的玫瑰花，谢谢，欢迎铁姐柔情，感谢送来的玫瑰花，谢谢，感谢我们的东谷哥，谢谢，早上好，嗯，好听比心，谢谢，感谢酸心的红包，再次感谢。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哎，我们的刚才的这首曲子叫不过人间啊，不过人间，好嘞，月光把爱恋，那我们还要继续下一首曲子啊，加首啊，贝加尔湖畔，我们没有更新这首曲子啊，没有更新这首曲子。哎，所有的朋友们，清晨呀，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梦想，然后呢庞哥过分人，哎，小清新是不是啊？哎，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点好我们的关注，点好关注，我们聆听下一首曲子。下一首曲子是一首古风音乐，叫《一花一世界》。
哎，我们的这首曲子叫《一花一世界》。一世界，那么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女儿情了。刚才有朋友想听这个女儿情啊，调没有转到，那么一会儿咱们呢来一首我们的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其中的一这个《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名曲啊，叫《女儿情》。来了两个龙妈，龙妈只有一个号吧？那个是虎妈，一个龙妈，一个虎妈。女儿情，欢迎豆子姐姐，早上好，欢迎浅笑啊，浅唱那回忆，早上好，感谢我们的豆子姐姐，谢谢豆子姐姐，感谢送来的闪耀星辰，感谢送来的闪耀星辰，谢谢。嗯，哎，我们接下来趁这个早晨的美好时光啊，咱们来一首四大名著其中之一的《西游记》女儿情。
比心比心。这首曲子叫《女儿情》。今天肚子有一点痛嘞。那妈妈在直播间吗？不是。在我的怀里，可能是这个刚回来出门回来，然后有一点水土不服，然后从昨天晚上有点不太舒服，今天早晨这头上身上直出冷汗。没在，我想知道妈妈在不在。感谢我们的用户1143，感谢送来的撩一下，谢谢，感谢送来的撩一下，感谢我们的香蕉，谢谢，感谢点亮灯牌，感谢高湖散心，感谢我们的地文，谢谢，感谢禅悟，感谢诗静送来的啤酒，感谢我们的思念，谢谢。我一直在喝水，但是肚子火锅吃多了，好像有一点水土不服，肚子疼，昨天晚上疼，今天早上也疼，现在也疼，身上出冷汗。感谢我白以玉，谢谢，感谢我们的平安无事啊，牧羊曲是吧？牧羊曲可以在这个调上哈。来，感谢白以玉，感谢点亮灯牌，感谢加入粉丝团80811名粉丝团成员。然后我们呢，粉丝团五级的家人们，咱们可以申请加入咱们的抖音群，抖音凤凰院的一号群。感谢我们的阳光哥哥阳光早安，感谢送来的188朵玫瑰花，谢谢。哎，牧羊曲，欢迎我们的糖果果。我让这个妈妈给大家先唱一首歌吧，然后我就现在肚子很疼，好像是那一种像那个痉挛，像抽筋的一样，那种疼，我先休息一下，哦，后背出冷汗，现在。你用我的这个耳机就行。有一天不大舒服，哎，那个让妈妈给大家先唱一首歌啊。湖
的怀里，这个有深意了，在你的眼里，这个有深意了，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没有，拿的是他的麦克，月光把爱恋，这下好了，有了，洒满了湖面，啥也不是，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好了好了，那就给家人们来一首歌曲啊。给大家来一首西北的海岸。对呀，拿错了。苦涩的海风阵阵吹送，海面一片朦胧和醉人影中，出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吹拢我美丽的人生。想起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和你朝着暮暮看日落又日升。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此情此景，旧日的爱，只有回首说再见。一首西北的海岸送给大家。色的海风阵阵吹送，海面一片朦胧和春影中，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吹拢我美丽的人生。想起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情自己旧日的爱，只有回首说再见。好听好听，一首老歌。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此情此景，旧日的爱，只有回都说再见。谢谢山西的墨镜，谢谢我知识游客，谢谢唐果果。好了吗？来，请坐吧，丫头，辛苦了，一大早的，你是不是辣的吃多，家人家说都起鸡皮疙瘩了？哎呀，我妈呀，辛苦了，辛苦了，坐下。谢谢建林，好痛好痛，没事，有大家在此，没事，有妈妈保护你，没事，让他休息。哎呀，好辛苦呀，你可别流泪呀，毛巾挺靠的，受凉了不是？刚从四川回来，可能吃辣的水土不服。
哎呀，那不是吃辣的，那是水土不服。他可能吃辣的了。哎呦我的妈呀，好可爱呀，那个样子好可爱呀，哎呀我辣的我肚子疼，好可爱呀。肚脐都一样。没事，多吃点没事。看看斌哥都哈哈哈，斌哥哥，看着你斌哥那样子，斌哥不是斌哥，你笑啥玩意儿呢？啊，谁允许你笑的呀？你不好好当你的管理，你笑啥玩意儿呢？你搁那站着，雷森站好。谁让你笑的？再说了，我肚子疼，跟我吃辣的有啥关系？以后我出门了还让不让我吃辣的了？哎、辣的能减肥呀、啊？能不能不往这块儿？能不能不往这块引导？啊，那么你们引导的路子有点偏啊，火锅后遗症，你把嘴给我闭上来，那你和斌哥你俩一点给我出去。火锅后遗症，你俩给我出去。我这以后还指着出门多吃点火锅呢，就指着这个火锅活着呢，你天到晚的，你别哪题不开。不行，这下次出门的时候咱们带到几袋大米去。你咋不说带老坛方便面去你出去呢？那也行。啊，老谈老谈，哎呀哎呀，你啥咋都疼啊！啊火锅后遗症，我都让你给我气的啊！什么汤汤锅也行啊，那就少吃一点，要带个火锅回来。对你带个锅回来，你把四川的锅带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备一个大锅啊！那、我的。对，刚才我现在肚子也疼啊，现在也没好，在这周围现在也疼啊。那个斌哥啊，好好站着，别老说话啊。还有那个栓心啊，栓心哥啊，好好当你的管理啊，别一天天的，我你好好给我站着，你别老吵吵了吧，一天。别给他自己老总是引导不必要的话题，哎啊，还有这个叫啥裤盖那是啥玩意儿呢？什么叫裤盖？你看这个礼物叫什么裤盖？哎，你那个墨镜，那个墨镜叫裤盖来着呢。啊，带个四川的帅锅，也不是不可以。萨摩主要是啥呢？你不能不让我吃辣的，你不让我吃辣的，那你说我出门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呀、后面是他三姐，怎么没有声音呢？统称妈妈，我们有声音呀、有声音呀。刚才没有声音啊？对，还有那他那个兵哥，别老说话，别老说话了，你站一会儿吧。对，后面的是妈妈，别老乱说话，那太讨厌了。后面这个人你们没有见过吗？啊，这一定是我们的新粉。咱们晚上7点直播到10点直播就是我们双人直播啊。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歌声。咱们早晨啊，一般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直播，主要是以古筝为主。今天特殊情况，肚子疼，然后让这个妈妈上来那个替我一会儿。你看我现在肚子咕咕叫啊。正常来说早晨你是看不见她的，你们只能晚上才能看见她。所以咱们家人们可以先点个关注，点好关注，然后咱们晚上来看直播哈。皇太后格格，那我们既然来都来了，我们就一起给大家来一首弹唱的歌曲吧，就是水墨雪，我们给大家来一下哈。来，我们来一首弹唱的水墨雪，好不好？送给大家。感谢冬去春不来哥哥，感谢我们的如珠珠，欢迎美女啊，欢迎姑娘，感谢用户72640，谢谢。你看咱家的管理说啥？说你喝那是洗锅的水，所以肚子才疼。花上朝露与柴火。想听妈妈唱歌，咱们晚上来。你先点亮灯牌，然后晚上7点到10点来正式的听我们的妈妈的歌声，好吧？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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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和妈妈一起给大家啊演奏一首《水墨雪》。再画上绿林和清波。
妈，还有虎妈，还有贱民。啊，有虎妈、龙妈啊，虎妈和龙妈，他们把虎妈和龙妈搞成一个人了，然后还说了要给虎爸要给把那个虎爸和龙妈安到一起去了。我说你这家伙，我都搞混了啊！我说你这家伙不能乱说话，是不是？那嫂子还在直播间呢，你这搞的，你这搞的不要打架吗？你。那直接把龙妈安到虎爸身上，那家伙那不屑不屑是吗？那不乱套了，这得听听，不能那样事儿的呀。嫂子还在直播间呢，还、不是我，不是嫂，我婶儿，我是不对，我应该叫你也乱套了。对，我叫虎爸叫叔，那我婶儿，对我婶儿在直播间。一会儿婶一会儿妈的。虎妈、龙妈，还有凤妈，这是凤妈，这是凤妈，那个是龙妈，然后还有虎妈，我有三个妈妈，我觉得好幸福。张冠李戴，张冠李戴，对啊，这一点我们家的铁喜哥做得非常的好啊，没有乱套，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乱过啊，这一点很好，来表扬一下。直播间有三个妈妈，对，有三个妈妈，而且三个妈妈对我特别好。你叫黄药师，叫我叫什么啊？对，黄药师。对，那个妈妈说叫你叫黄药师。黄老西。哎，不对呀，你这玩意儿把我自己套进去了。叫黄老西，他姑娘不是黄蓉吗？啊，对呀、啊。你这脑子，你这一天大早上就让人给套进去，那你就我叫她黄老邪，那我不就成她闺女了吗？你这没事没事，没事，今天是明天就不是。你们不要老欺负我妈妈，这那老欺负脑袋瓜反应不过来，你老欺负脑，你老欺负单纯的人，你有能耐欺负我来，你老欺负单纯的人，那能行吗？你老欺负妈妈，你那转不在自己把自己不是自己拿着一个小提钱，然后那个就挖个土埋个坑，挖个坑，然后自个儿跳里给自个儿埋进去了。关键是我还当个陪，我还当个陪衬，把我也丢里去了，一起埋了你。对呀、咋就没反应过来呢？欢迎天际，你是不是那个《射雕英雄传》你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咱就别瞎说了。你天哪！丈母娘就是拿来欺负的，我告诉你们，我过两天我让我老舅上来给你们唱歌，唱那个傻妹妹，我让他欺负你们。我告诉你，我们家也有汉子，看不起谁呢？一天天的就以为我们家都是女生，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家亲娘就可厉害了呢。那过两天他这两天他家墙倒了，在家垒墙呢。他会那降龙十八掌，把家的墙都干倒了。那他家那个围的那个墙，后院的墙倒了，在家垒墙。这两天没工夫，你等这两天墙垒完了，你等他等他来啊，等他把墙扶上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让舅舅上来了，看看到底谁欺负谁家人没有男人，是吧？在我们东北，亲娘舅就等同父亲一样的，就跟是父亲的地位是一样的，亲娘舅最大的。再装工具，中午出发了，你不用那个，那过两天我让舅舅上来哈，看看谁欺负谁。那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你妈亲弟弟，吓死你们。哎，感谢我们的建明哥，感谢我们的天际，谢谢天际哥。我们天际哥也是特别的，天际哥是咱们的辽宁人，也是我们的老乡啊。然后特别的支持咱们直播间老乡，还真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咱们东北三省东北的家人们还真不是特别的多。和亲娘就拜把子，然后在一起欺负丈母娘，你可以试一试。
哎，你这个思路不错啊，先给你点个赞，思路是对的，任何地方都是亲娘舅最亲啊，是这样吗？但是就是反正我们东北是很明显的，就是特别特别突出这个亲娘舅，不管是小舅还是大舅，不管是妈妈的哥哥还是妈妈的弟弟，都是在家中说的算的，等同父亲的地位。嗯嗯啊，来啊，什么？我去上门可以吗？可以呀、啊，你先点亮灯牌，咱们先点灯牌再炒作嘛。还都是灰色的。嗯，咱先把灯牌点亮，咱那个啥，欢迎陈三亮。哎，我这会儿肚子还好一点。哎呀妈呀，这早晨肚子疼死我了。舅舅的地位高，是的，是的。嗯、然后咱家粉那个不看炒作，炒作哥，你可以先点亮一下灯牌，看一下你的粉丝团灯牌等级多少呀？如果等级五级，可以申请进咱们的抖音群。要不古代哪有那么多七什么玩意儿七专权干啥意思？什么叫七啊？外戚专权干涉内政啊啊！心里嘛有苦。萨摩就懂得太多了，萨摩啊，萨摩你没事你多来给我们普及上下五千年。啊，给我普及一下上下五千年，你懂那么多，你不往外边输入，不是只输入不输出，有一点，你是不是有点太抠门了你？萨摩是历史看得多了。那萨摩，金刚萨摩。那唱一首歌，我休息一下。哦、你说人生啊，你说岁月。爱情迷魂汤啊，送给大家。我肚子疼，我休息一下啊，肚子真疼。啊，舌头烂了。啊，多少次幻想，多少次奢望。爱就要死心塌地赌一场，半折的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心甘情愿跳进这一张情网。天空下着霜，醉在马路上，谁能陪我喝一杯到天亮？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就连伤心也是你给的保障。你给我灌下爱的迷魂汤，让我思绪换来忘也不能忘。当我喝下这碗伤了心的汤，数着眼舌头根儿疼，然后带着这个耳朵也疼啊！天啊，肚子也疼。嗯，继续。我也疼。天空下着霜，醉在马路上，谁能陪我？天亮，破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就连伤，你不唱吗？疼？你是哪疼？是心疼啊，还是倒是肚子疼啊？哎，别唱，疼，这疼，这疼，就是那个说那个。
舌头疼。我昨天不都给你看了吗？看我这个地方，我嗓子也疼。这里上耳眼里边里边疼。我看看，咱家谁有能治耳朵的了？谁会治耳朵？蒲公英干啥？点。蒲公英烧点水喝。你越唱越疼。我看看那这怎么照着？嗯，有点红了。我觉得可疼了。我问你们别老欺负我，我都上火了，别老欺负我。那个像刚才兵哥那个乱带节奏的，你天天那个专心哥一天到晚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出去站一会儿。三姐撒娇呢，哎呀，在妈妈眼前是撒娇的，永远都是在妈妈眼前撒娇。你看你继续唱完吧，来唱完。我也伤心了。我们这边不行，这边有点冷。你别唱了，不唱了，哎呀，不唱了，哎，下播。看到妈妈哪个都疼，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不疼的地方。别唱了，嗯，不唱了。越唱越痛。不唱了。不唱了，哎呀。不唱，咱们。你们。然后今天早上咋的，丫头你妈传情了，我妈给你按送秋波了没？来，你赶紧拿着你的手机啊，你拿着手机拿个盆儿。不是，我就看那个857幺那个哈，857幺哈，小嘴撇撇的，好像是不是也是辽宁的？我有时在下边看到的，就他小嘴真会说话。857幺，就下边那个。用户那是5269啊，你看是尾号，我看的是尾号，8571尾号的啊。那个妈，他说你了，他说你小嘴儿，我用我们东北话给你解释一下，他说你那小嘴儿噼里啪啦的，一天天的那个脑子里边叽里拐弯的，那心眼太多了，说你那意思，心眼太多了，说谁呀？说你啊！啊，应该是冷热和水土不服的关系。不像。哎呀，我看是自己回来不，就是好像受凉了感觉。等一会儿啊，那哎，不是我今早给你做的早餐下毒了。啊！哎。
是跑偏了。感谢我们的奋斗哥，感谢我们的易公子，感谢西伯利亚狼送来的大啤酒，感谢我们的那个小短腿，感谢我们的省略号哥哥，感谢我们的游侠，还有我们的铁血哥，还有回忆带着薄荷香，还有我们的天际哥。然后大家还有想听的曲子或者想听的歌吗？啊，想听的曲子，想听的歌吗？嗯，长二十几年的地方外出一趟，肯定水土不服了。哎呀妈呀，这是第一次哈。啊，第一次。对，第一次出远门，长二十年的生长了二十年的地方，突然之间连根拔起了，到另一个国度去那个去栽培，他肯定水土不服啊。啊，叶子都不长。是不是你是不是去女儿国去了？喝了女儿国的水了？好像靠谱。哎，在我的怀里。好像靠谱。在你的眼里。别笑了啊，有没有一首歌叫肚子不疼。你查一看有没有。有一首歌叫。叫欠奏歌，你知道吧。啊。那里绿草。来给他们唱一首《我的心好苦》。哎呀，我又我的心好苦，我的心好苦啊！我此刻我的心，哎，我的心好苦，我真疼，我真不骗你们，我真疼。要不要休息一个小时再播？我就等到啊，咱们一起凑合到九点，好不好？咱们一起啊，坚持到九点。谢谢玉树临风。九点我就撤。天还是那片天，城还是那座城，为何在我的夜里却越变越陌生？没有你的日子，就连空气都变冷，沉寂的房间只有孤独的心跳动。月还是那轮月，风还是那么轻，只是我身边的位置不见你踪影。习惯了听你的情话，笑声，如今只有我一个人独望满天星。我想你的心好苦，念你的心好疼，不知何时还能把你拥入我怀中。虽然也知道你我也真的不可能，
女儿，别哭了，女儿。哎呀，好疼啊！谢谢温茶。现在几点了？看看温茶，让你多喝点热水就好了。行，我是真疼，我去给你买点药，好吗？谢谢，钓鱼吗？紫荆路，谢谢。那个，欢迎我，等一会儿我都冒汗了，哎呀妈呀！哎，感谢我们的紫金路，感谢紫金路哥哥，谢谢。那个感谢我们的稳茶，谢谢稳茶，谢谢稳茶，哎呀，算了，稳茶，稳茶，喝热水，哎，谢谢我们的稳茶姐姐，感谢钓鱼哥哥，我也去找我妈。哎、人家问你冒汗没有？哎呀，大汗淋漓。不是，怎么像一窝耗子似的叽叽喳喳的？你干啥呢？啥时候到九点呢？快点下播得了，疼死我！妈呀，不到九点还有十一分钟啊！哎，不是十一。那你们听听啊，那你们听听这个声音啊，叽叽喳喳的声音啊。不是，我应该是水土不服，我从成都回来了，昨天晚上。真疼吗？我真疼，我刚才都拉肚子。对呀，我看刚才你在那个蹲着好难受啊。我就那啥从直播间，我直接往厕所里跑，噔噔，我就直接往厕所里跑。妈呀，满屏的这个声音，哎呀妈！哎呀，脑壳疼啊！火锅吃多了，其实他真没怎么吃火锅。稳茶姐姐，不要老提火锅这个事儿，我绝对不是吃火锅吃的。我跟你讲，稳茶姐，我绝对不是吃火锅吃的，我是应该是哈，那个当地的美食没吃全，是肯定是没吃全，跟火锅没有关系，啊，跟火锅没有关系。哎呀，没吃好，主要是。那跟火锅没关系，如果真的跟火锅有关系的，我下一回我还怎么的，我还拿什么借口我就去成都？你跟火锅没关系，肯定不是吃火锅吃的。没，继续啊，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哈、啊，我们混够了就下播啊。再混九分钟的时间哈、啊。混水摸鱼吧。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那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牧羊人。哎呦妈呀，撕心裂肺呀、啊，肚子疼加上撕心裂肺的歌。牧羊人。哎，肚子疼。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我跟你们说，九点我就撤了，我九点就撤。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哦，身上呀。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身上还冷呢。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沙沙的。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稳茶姐，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
你要的甜蜜。绽放的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可可托海的鸳鸯锅，谢谢闷茶，谢谢玉树临风，谢谢紫行路，谢谢富贵梦里。欢迎大家来欣赏可可托海的鸳鸯锅，一半麻辣一半醉，醉生梦死去厕所。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将倒流一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题，还是那里的心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绽放啊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在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在没有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好了吧，肚子。哎，为什么他不疼？我不疼。我体格壮着呢。哎，为什么他不疼啊？那个稳茶姐问我，你去成都几天？我没多呀，我就去四天。小心宝宝踢你，他要真有宝宝的话，我还得给他讲讲童话故事呢。不是，我就想，不是他怀孕的事儿，你别瞎说，别瞎说。不是，就我这个把式，不，你，我们俩，对呀，我们俩一起去成都的，还有舅舅，我们仨人一起去成都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肚子疼呢？他俩都没有反应呢，只有我一个人疼呢，我都刚才疼的后背都冒汗了，哎呀，啊，疼啊！不哭啊！你一哭，天都要下雨了。那个你别哭，文茶姐，我去成都四天，然后去学习加拍摄，然后
那个啥，四天，我下次再去成都可能会去演出，下一会儿我要去了，我喊上你啊，我叫你啊，然后那个啥，咱家的那个涛叔也在四川，然后我们的稳茶姐也在四川，萨摩也在四川，那个还有啊，下次一定要来找我，我一般就在成都的室内，到时候我们如果去演出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哎呀，啊。啊，头发湿的都像你妈一样的，都站起来了。啊，好吃的都让我吃了，好吃的都让我吃了。哎呀妈呀，龙妈呀，你可别跟那扒瞎了，你这一天天的。对呀，啊，都让他吃了。你比那个兵哥还不靠谱，那啥玩意儿？你就看我俩这体格，我有他能吃吗？那好吃的都让他吃了，但是他没有反应。那到点儿了，到点儿了，还剩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突然之间肚子不疼。我看那玩意儿，那龙妈，你比兵哥还不靠谱呢。那玩意儿，那你咋他吃的好多呢，你知道吧？我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他吃完了，你喝的是刷锅水。他吃完了，他没有反应。我吃完了，我有反应。我而且我为什么我回来了都吃隔一天了才有反应啊？别扒瞎，啥后妈？啊，对，别扒瞎，啥后？他让你别扒瞎啊！没，嘘，那个是那个是笑哥，你这样的妈妈一般平时啊比较喜欢独立性啊，平时我给他扒瞎他都不让的，但是没事儿，我可以，我就喜欢别人伺候我。啊，我那个啥，我吃海鲜从来不愿意自己动手，要么我爸给我扒的，要么我妈给我扒的。这会儿终于找着人能给我扒瞎了。是，人家这手是弹琴的手，咱的手就是扒瞎的手。嘘嘘，你那手是美食的手，那不一样。哎，美食专家手。啊，你不给他扒瞎，你给我扒。啊，我同意。咱家的妈一定是真的，哎，这个妈一定是真的，真幸福。我又发现咱家龙妈、兵哥、栓金哥，你们仨太不靠谱了。哎呀，太不靠谱了。这个姐姐也不太靠谱，这姐姐太能吃了，而且体格太好了，就这么吃了五天了，竟然没事儿呢。但是我吃了五天没事，吃了五天掉了三斤秤。那个啥，我们呢，我们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啥消息？我咋不知道呀？哎，你看看你哈，多偏心，让家人哎透露个消息啊，小道消息啊。我早上不告诉你了吗？啊，那好，你说看是不是说给我听的那个？我早上不告诉你了呗？哎，我给你们讲个事儿啊。哎，讲个啥事儿？我给你们讲个事儿啊，咱们那个五一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做一场那个户外直播，啊，可能做一场户外直播，然后到时候我悄悄的告诉你们我在哪嘞，然后你们可以来现场来看，来现场来听，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场直播，现场聆听古筝的感觉，是不是？如果啊。就这事儿，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咱们五一之前啊，会搞一个户外直播，啊，到时候，那个你们可以来现场来看，找你，找我，你找他，找姐姐，找姐姐比较靠谱，姐姐靠谱，啊。那很好了，丫头带上你妈妈，那一定的呀。那我们肯定不能缺了妈妈啊。到时候我也列一曲简单的，你也要上台是不是？稳茶姐到时候可以的，我们有这个和现场粉丝互动的一个环节啊，你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好你们这个表演的节目，唱歌呀还是干啥的，然后你们都可以啊，可以提前到咱们文茶姐姐，你加一下咱们的抖音群啊，然后提前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单安排好，然后你们要表演什么，在哪个时间段想要表演什么，然后提前告诉我们的管理，让管理去安排。三姐拿板砖，我们三姐准备从东北拿着板砖
坐着飞机一路高歌，我给大百川看就是我们东北的百川啥样啊，一路高歌到成都啊，月亮上直播吗？我月亮上的电棒还没有装呢。我就带着这个板砖啊，谁也别靠近啊。他真有板砖，你以为他真有啊？啊，他真有啊！我这你讲啊，是这样的啊，我们五月份呢、啊，我们五月之前大概是在这个四月末，咱们会在这个。四川成都会做户外直播，但是具体哪一天我们还没有定，现在正在筹划当中啊。真的，这个文叉姐，你用的是抖音 APP 吗？你得用抖音，不能用火山哈、哦、啊。然后呢，白嘴哎，然后我们会这个户外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现场啊，来聆听，然后也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想表演的节目啊，也可以在群里边提前呢去报备一下，然后咱们呢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去编排和安排，好不好？然后呢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可能我也不能啊一一全部照顾到，因为这个咱们知道户外直播呀，它比室内直播还要繁琐，需要的人力物力啊，还有需要的这个筹备的一些东西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不一定啊能够在现场照顾到大家，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这个叫怎么说呢，我尽量的啊去那个照顾到大家。但是可能就是时间也是比较紧，不能一一的去接待我们的家人们，所以这一点大家呢这个希望能够理解一下。你看咱们的朋友们都特别的热情，都想咱们一起啊这个玩一玩呀，吃个饭呀啥的哈，到时候这个咱们统一的去安排好不好？因为一个一个安排咱属实是时间不大够，因为咱们的家人们是太热情了，第一个是你太热情了，第二个是我肚子受不了了，你们一个一个来请我吃饭，我这肚子我天天上厕所呀。不行啊。我得从一开始那个这样的，然后那个白乙玉哥哥还有我们的稳茶姐姐，咱们的兵哥呀，咱们的管理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稳茶姐和我们的白乙玉，然后呢看一看能不能邀请这两位朋友进到咱们的抖音群啊，能不能邀请一下，然后私信一下邀请一下，因为他两个等级都够了，但是他们是火山 APP 不是那个抖音 APP， 所以进群会困难一点，你们那个管理去那个招呼一下看一看啊，咋整啊。那个稳茶姐让兵哥邀请你看看能不能邀请进去，然后那个啥，还有我们的那个乙哥啊，看一看啊，那个啥兵哥给看一下啊。行，那个铁血哥你可以去安排，我们大概在4月20号之后，五一之前咱们会，只要天不下雨的情况下啊，就会准时的去赴约成都，我们就在这个成都集合了，好不好？哎，我们的那个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兵哥，然后私信一下兵哥啊，和我互关就可以啊，和兵哥互关就可以拉你们进群了，粉丝团五级啊，粉丝团五级以上包括五级的家人们都可以申请进群，好不好？到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咱们户外直播时间会提前给大家通知，然后呢大家这个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到现场啊，来进群关注兵哥。你们不是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刻吗？3年前你们就期待着这一刻，期待了3年了，我也算是圆大家一个梦了，好不好？帮圆大家一个梦。那我们今天上午直播我们先这样好不好？这是姐姐吗？对，这个是我们的三姐姐，也是凤凰的妈妈啊，是我的妈妈，你们在直播间可以称呼叫三姐。到哪里呀？到四川成都，我们在成都集合啊。如果做户外的话，我们的第一站肯定是在成都的。成都完了再到重庆，重庆就不一定了啊，这个户外是很麻烦的，咱们不是说走到哪里都能直播的，这个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你看我们筹划了3年，到现在才能这个初步的去户外直播，对不对？户外直播的这个需要的条件很多，就是需要提前去解决各类的问题。妈妈这么年轻，是呀，因为妈妈的心态好呀。然后呢，来说一说，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么年轻，你的年轻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心态好。有一个这个怎么叫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啊？叫家和万事兴。所以我们的家还有个秘诀啊，啥？就是每天呢喝那个豆浆。你喝一壶豆浆也不如啊，也不如俩字儿心情啊，心情好。不是心情好，食也得补。哎呀，心情是第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叫不信家人们就试试。就叫什么呢？叫家和万事兴。所以我们每一天，有的朋友说你为什么起来这么早啊？去直播哈？因为呢，每一天的早晨和每一天的晚上是最重要的时刻。早晨的一天的心情是关乎到你的一天的工作是否顺利，然后晚上的心情啊是关乎到你的家人亲人能不能因为你而开心。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是在早晨直播，也希望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叫什么呢，欢乐吧。也给大家带来这个情绪的推动。所以说为什么年轻呀？因为妈妈无忧无虑，然后呢她呢心态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即便就是说干不管做再多的活，她心中是充满，心中是有方向的，然后有力量的，然后呢是充满着爱的。对，开心是最重要的。我和三姐是同龄，是不是？你看吧，一个人如果觉得他自己觉得特别幸福的话，对，心中有爱。如果一个人觉得特别的幸福，他自身幸福感特别的强，那么不论他干什么，哪怕是体力活、重活、累活，他都可以就是保持很年轻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是说，你这个。心理不健康，或者是呢他感受不到这个社会的爱，那不论你花多少钱去美容啊，你不论你花多少钱去食补，你就喝燕窝鱼翅也是没有用的啊。三姐和我有很多的共同点，应该是说我们和大家有很多的共同点，因为这个直播间也是和大家有共同的相同点，我们才会聚到一起来，对不对？他站着你坐着，他在唱歌我在弹琴，所以我理应坐着，他也需要站着，这个是舞台效应，好不好？我们不要道德绑架。舞台上站的是正常的，台上没有父子，台上也没有母女，台上只有角色。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让共同的目标就是表演好舞台，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角色，然后呢让我们的家人们满足看和听的需求。因为唱歌是要站着的，我唱歌的时候也是要站着的，弹琴是必须要坐着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好嘞，感谢张生哥哥，谢谢啊。好的，我们的白以玉哥哥已经邀请了哈，只要你是抖音 APP 都可以进群。好了，那我们的今天早晨的直播就这样啊，咱们就结束。然后我们明天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继续啊，必须得有一个好先生呀。对，稳茶姐姐，其实说好先生也是自己去吸引来的。如果你不去吸引，自身不够优秀，或者是你自身不是特别开朗的人，你也吸引不到好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稳茶姐自身也是，也是非常棒的，才会吸引一位好先生。如果你是情绪特别不稳定的人，你一定吸引不到一个稳定情绪的人，因为你们不是同频的人，吸引不到同频的人。
站着等你3000平方了。嗯，是的。对，霍格哥又来晚了，没有关系，我们晚上还会直播，晚上7点到10点哈。那么我们就这样，然后晚上7点我们再见。嗯，好嘞，拜拜。写一首小曲儿。